经过现场消防人员、事故调查人员以及技术专家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了事故的主要撞击点。飞机大部分残骸集中在主要撞击点周围半径30米左右的核心区域，深度从地表向下延伸最深处大约20米左右。已经找到的主要残骸包括发动机叶片及涡轮残件、发动机吊架残件、左右侧水平尾翼残件、副翼、自动驾驶作动器以及带有部分翼超小翼的机翼残件。我们还发现了驾驶舱内机组逃生绳和机组手册残片以及部分机组证件。